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，我简直。今天我们要来做动物搞笑影片的忍笑挑战。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令人觉得又萌又好笑的动物影片，我跟简之打算各找十部带有疗愈效果的片来做 PK 赛。因为我的频道叫仓鼠人，所以众多动物片中必须含有一片仓鼠片来做对决。比赛规则是两人必须含一口水在嘴中，笑喷的人下一口含的将不再是纯水，而是胡椒水，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你喝过？当然没有。那如果不幸又忍笑失败又笑喷了呢？那就恭请辣椒水伺候啦。哇，感觉会死人，我们真要这样残害自己吗？没有处罚节目做不下去啊。这喝下去应该再也笑不出来了吧。菊花感觉先爆开啊。好啦，别拉低赛，开始比赛吧。
其实我看影片时有猜到他是小捷运，但徐博士说完下次见才讲这件事情，我怕猜错丢脸，所以片中都不敢问。你看他笑这么爽，是不是该打？想问我带小捷运吗？带小捷运哦，大家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仓鼠好笑的片，我找很难找的。对啊，我只能去找那个小捷运以前的一些库存影片，看能不能叫好笑话，自己把它剪成，再加上抖音上去。想要围抖音这样就失败，所以我找还是比较好笑。对。我是许博，我点之，可以看我们其他片喽，下次见喽。